上热输尿管结石治疗的方法呢，有多种，像咱们常见的体外冲击波碎石，但是体外冲击波碎石呢，它受影响因素比较多，你比如说像结石的密度，像积水的程度，还有呢，像这个解剖因素。另外呢，就可以通过手术治疗，手术治疗呢，像那个输尿管硬径碎石，或者说输尿管半硬输尿管径。但是呢，在这种情况，因为这个结石，尤其发生梗阻以后，结石以后的输尿管扩张，结石呢容易发生移位。输尿管硬径碎石呢，可能不能完全成功。这种情况呢，可以采用输尿管软径碎石。尤其对于这个大的坎顿性的结石，可能呢，输尿管径碎石，会出现效率低下、水流不通畅的情况，容易造成其他并发症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采取顺行的经皮渗镜的方法进行治疗。经皮渗镜。